慢点老师。我加啦。哦。好好好，可以了老师。OK。不错啦，子。恭喜你顺利出师了。现在这个技术完全赶得上我了。你教的好呀。但是不过还是要开，以后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，知道吧？啊，这天气太热了，我的天哪！好热，今天太阳这么大。来，快下来吧。今天是。拉手上没有？拉、哦、拉了。今天来，生活比较好耶。今天开心吗？开心的。好久没说这么多了。对呀、啊，但今天走的比较远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来我来呗。我来。没事没事，我来。来吃。我们中午吃啥啊？好饿啊！我去摘点菜，我们煮个腊肉吃吧。又热又饿。你肯定饿了，辛苦了。吃腊肉啊，今天。对，今天给你煮腊肉吃。好。来，我去摘点菜。走，我一起去。好。来。哎。没事。慢点。你也准备好了。没事，走吧。哥哥，我们先去摘一点黄瓜。好啊。好，走。哎，辣子。哎。这个是芋头吗？对。可不可以吃啊？挖了就可以吃，但现在还小，还小吗？那我等它长大。好，等它的玉米都这么高，怎么还没结果啊？我们这边的玉米是白色的，所以它过一段时间才长。哎，我等了好久啊！快了，快了，来，下来，走吧，小心点哦。哇，这好多南瓜啊，老子！你看，这还有个黄瓜，但是黄瓜太小了，还不能吃。这个南瓜再等它长个几天吧，但这个应该能吃了。对，看，那我摘这个，摘这个吧。哥哥，你看这黄瓜吗？对。哇，这里被你发现了。这个要摘了。摘吧。还是农村好啊，想吃什么菜种什么菜，其实里面什么都要买。等你回家了，多摘一点回去。摘个100斤都有。我就在这里吃啊，天天吃，我不回去。好。我天天就在你家吃，赖在你家了。我要回去干嘛？你不骗人。我不骗人。好。大志。哎。今天还是老规矩，你来烧火，我来做饭。没事，周哥，今天天气这么热、嗯，你今天够累了，你休息，今天我来做，好不好？我不累啊。你累，你快点坐会儿，喝点水、啊。我怎么让你来做，然后我来休息啊？不行。哎呀，你这个简单，今天我做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坐着喝点水。然后我昨天煮了那个土豆，我想着你先垫一下肚子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吧，那你辛苦了你了，老子。对啊，今天我来不辛苦，你坐着休息。好，你慢一点哦。好。先把这山货收过去吧。嗯。快，我饿坏了，先吃个这个，垫一下肚子。哇塞，两三号宝。还有李子，可甜了。可甜了吗？对。我尝一个，这买的吗？不是摘的，你先吃。我吃个。哇！酸吗？甜，甜，很甜。那为什么你的表情那么酸？很甜，但是你吃一个。你吃一个。不是给你吃的。你想想，这很甜啊，这。不是，你先吃一个。真的很甜的。你快吃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吃这个。好，你也吃。吃土豆。然后我进去做饭，很快哈。好吧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好，我把李子放这儿。好的。把李子吃完。吃完，有点酸了。这是土豆吧？哇，这么大一块，闻着好香啊！哦对了，辣子，哎、一份辣椒面啊。啊。你经常拉肚子，你不要吃辣的了。你就吃这个哦，肠胃不好、别吃辣的。好吧，那我就这样吃，这样吃也很好吃，对，很香啊。那我吃了，烤出来的，你快吃。来，走一个。嗯，可以啊。啊，今天吃的好饱啊。饱了就行。我都吃撑了，辣子。看不出来，你的厨艺又长进了，辣子。没有呀、啊，我看你做的时候我也学着点。那看就以后我来烧火，你来做饭了。行，你吃的饭我就我做饭。好啊。好。啊，辣子今天好热啊，好闷热啊。我衣服打湿了。要不等一下我们去河边玩水好不好？行。行吧。那等一下把之前我给你买的裙子换上。好，可以。那可能方便一些。我没穿过。
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。我就这一把拉直啊。哇，这水好清凉啊。走，去。这路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小心点，拉直。好。哇，拉直啊，这水好清澈，好干净啊。我们经常在这儿游泳的。这里吗？这水深不深啊？到这里吗？对。哇，这真是个好地方。不过我想在这湖边刚好洗个头。这水会不会太冷了，拉子？没事，我经常这样，这河边要方便一点，我还带了洗发水。好吧，那我帮你洗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洗。过来。等一下。心随着你。特别的晚风遇见了特别的你。